日前，杨幂出席活动现身某会场，身穿黑色毛衣、红色短裙，裙子下摆又晒出白嫩美腿，显得十分美艳动人。杨幂还站在安全通道外候场，与身旁工作人员有说有笑，心情大好。侧身凹凸有致，展傲人上围。照片中的杨幂还不时掩嘴微笑，看来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呀，让大幂幂这么开心。杨幂现在的人气越来越高，现在的私服搭配也越来越赞了，着装品味也是层层飙升啊。机场街拍更是引领时尚潮流，一年四季穿的最多的就是裙子，上衣穿的是秋冬装，下身还是穿短裤短裙，为了露腿也真是拼了。